人把那个麦克风声再调大一点，好吗？哦男神女神来到我的现场，大家都已经激动了啊！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！哇，几乎啊，仙女来了这个感觉啊！来，我们请导演和主演跟大家打招呼。哎，这个南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非常激动，也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，希望你们喜欢我这部电影《露水红颜》，谢谢大家。好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开心。今天是南京宣传第一站，哎，是以前还是映后？映后，也问大家问题了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支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《露水红颜》好不好看？好。仙女儿演的好不好？好。哇哦。那我给大家一些机会，让你们跟导演跟刘亦菲问问题交流，好不好？好。想一想，脑子里过一过，有什么比较有深度的问题问出来，好不好？最好是跟电影有关的。都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想。好，我们先问男生吧。来，有什么问题？我喜欢你十一年了。西西你好是吧？哪个西西公主你好？真的啊，都是西西公主。因为我从你的第一部戏，金粉世家，我当时上初一，现在我大四了，然后一直喜欢你。然后我小学的时候看到吧。然后，你那是激动，我知道啊。平缓一下。我看你的采访，就是说，我听导演讲的这个戏拍了悲剧的结尾，拍的是圆满的结尾。我个人比较想看到这个悲剧的结尾，但是这次呈现出来的是比较完美的结尾。然后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？就是我喜欢那个，就是我也喜欢。感性是个感性，演悲剧演惯了，就觉得，但是我觉得导演，我不能导演自己的考量，所以，对。这个结局你满意吗？满意啊！完全没有下线的满意。好，请坐，下一位，就再换个女生吧，好不好？来，请这位女生来，最左边。我们怎么办？拍照，偶像也太好了吧！拍照，谢谢。啊，有个问题，抓紧时间。他完全不在乎女神回答什么，他实在让人羡慕死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问我们西西？我旁边这位西西的问题，有的话举手来。有啊有，那西西导演，你选一个，这位是吧？这位小伙子来，你这是有礼物，先问问题来，先问。应该问西西本人吧，因为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满意。因为这次我觉得西西跟我一起第一次共同合作完成的《露水红颜》，其实也是为了你们来拍摄完成的。我觉得非常成功，希望你们支持他哦。好，哎呀，送礼物来，送礼环节开始。握手很甜，手画自得一杯。哇！哎呦，这项福利也太……我不知道下一站有没有这个福利了，真的是太好了！再有一次机会啊！你们还有什么有特别的地方吗？啊，这位女神说，还
白毛衣的女生是吧？啊，来来。哇！会不会去呼和浩特？我还蛮喜欢骑马的，有机会的话去吧。好，谢谢。表达一下自己是来自很遥远的地方的朋友。还有谁有问题？来，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了啊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还赶着下一场。二位，我都不知道选谁了，往后面来一点啊，最后面那位穿蓝色衣服的女生站起来，大声的问出你的问题。对，紧张的无言以对。来，他们跟着跑吧。下一站河西万达，但是我们现场票已经全部卖光了。啊，你买了票了啊！你看，多支持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好激动，我都很激动。